今日，遮济。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这节是咧讲台湾历史啦，吼、哦、啊！这个标题你能看到个《满清据台六》，是啥意思？就是满清统治台湾213年中间，咱头前每期吼拢讲无同款的吼、哦，啊，这是讲啊第六集啦吼、哦。啊，其实咱是为荷兰时代讲起，吼、哦，荷兰时代唔得。有几哪集吼，啊，抓了第四王朝，吼，啊，到满清，啊，满清抓了一个日本时代，吼，啊，日本时代一个抓了，我个写一本哦，罗列，吼，啊，即个书吼，我伫网站发表，吼，免钱，互大家看免钱，我差不多拢总拢有100万字啊。关于台湾历史，由台湾人写的台湾历史，不是用个哦外国人来写的台湾历史。啊，外国人写的，你一定给你写个俄罗斯吼，哦，按、台湾人勇敢的所在，伊拢无给你写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会使去网站看面看拢看面子的，啊嘛会使他们家买我存无几本啊的书吼。哦这个满清统治台湾哦，真乱啦吼！但是到个这个尾手十年，满清统治台湾1895年，甲台湾割出去，到1885年左右吼，这个刘铭传来台湾，好，而且刘铭传是吼，算起来是讲好官啦。有参与这款的官员哦，这个满清政府干来会使推出这个刘铭传那样，哦，这个刘铭传对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就是刘铭传呐。啊，那刘铭传是啥物出身呢？哦，刘铭传伊本身是淮军，咱知啦，知讲中国有湘军，湘是湖南军，啊，淮是安徽军呐、啊，吼、哦。因拢个区别起来吼，啊，内底派系不同哦，互相要斗争。哦，湘军一定排斥淮军，啊，淮军啊一定跟湘军不合。哦，这中国闹几代志吼，应该是无讲，啊，我替因讲一下。哦，啊，这个就是讲，刘铭传哦来台湾哦改革的时候哦，发现到温产。下面叫做温产，产就是土地的意思，要做产，对不？啊，那这块土地该引下来，就是讲我要你看到，根本就有代志。有在满清的时候喏，来给你调查，要给你扣税金，你有几家产？应该你有十家，啊，你报五家，因为真啰嗦啦。啊！搞满清的税金哦，啊，真啰嗦，啊，来报五家，啊，都真多好啊，啊，伊也照五家抽，吼、哦，啊，剩迄五家吼、哦，叫做温产，这温产就是安尼来、啊。这个温产哦，引起到个日本时代吼、哦，日本人来台湾，伊嘛是甲你调查你产有几元，你讲我五家，其实你有十家，啊，剩五家的时阵，你讲伊讲你五家得多，啊，都食，啊好，日本人 OK， 就我你的吼，安、哦、尼好。啊，出来中出国家，变成日本政府的。啊，无法度咧，啊，就迄个换政府哦，就是换头壳，啊，换头壳就换迄个行为，你得爱注意，哦。啊，甲即个温产哦，甲洛江地区哦，都中出400家。啊，400家哦，日本人话真大方，送予郭显龄。辜显荣，辜显荣一下啦，郭显龄一下。哎、欸，对，我恁拢知，大家拢知啊。伊这是哦，日本人哦，感谢伊哦，引带日本军入来台北城，哦。啊，这个
咱过去真侪资料讲，哪会感谢伊安尼？因为伊走去这个有这个五六天哦，伫讲台湾历史的时候，我一看到海边的时候，哦，遐远来日本军队啊，安尼，哎，日本人讲遐迄个人个对我敬礼，这个是好人，吼、哦、啊，其实。也吃一头啦吼，啊！但是更加正确的时阵哦，咱调查起来，郭彦宁无迄、那个，伊是罗汉卡嘛，罗汉卡是困地点嘛，那都困地点，困地点是啥意思？在，因为吼、哦，哎、欸、对，当然嘛无好。困猪点吼，因为猪点吼早起卖猪肉嘛，剁剁剁，啊肉碎啊拢掉喺店诶内底嘛，吼、哦，啊你若无暗，若无下昼洗甲清哦，洗甲清气清气哦，你第二天你要搁剁摕猪肉来剁诶时阵，搁个臭肉会个溜出来嘛，哦，啊、所以就一定洗甲清气清气，所以吼困猪点吼上清气诶所在，啊、哦、所以。咱就台湾就讲个罗汉卡困地点，吼、哦，啊，他对一个讲，这个日本军之外，这个郭彦宁无可能去个海边，吼、哦，去个海边呀，伊是行个吼，为台北行个水顶卡，水顶卡是叫，就是石子，即卖石子，吼、哦，那行路行去石子。有可能嘛？为太平顶下行去十字有可能。啊，叫伊行到宜兰那边的海边哦，说哦，二队哦，日本军是为二队登陆，所以迄个代志无可能。哦，所以咱有错误的观念的哦。哦，这个，所以日本军哦，登陆台湾了，发现着哦，台湾人袂使做兵，哦，也袂使做官，台湾人是次殖民地。殖民地国较低一级，吼、哦，跟着根本无把你当作人看的所在了，吼、哦，好，啊，即卖咧聊聊，咱就知啊，即温泉就是即卖刘明章知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伊都一来台湾吼，伊都要甲即个土地的代志处理会好，吼、哦，啊，上表就是讲。迄落写迄落公文去予政府看吼，伊个上级看吼，啊上级也 OK， 吼，啊伊就要创一个新的土地政策，新的土地政策，但是先受害者都是靠不良制度下的特权分子，特权分子吼，靠不良制度，咱即摆就是讲。甲过去所犯的错误，即卖来讲哦，你嘛知影讲，到底是虾米代志？哦，以后咱民政府掌管了，虾米人上反对，都是敌军特权分子上反对，必须绝对赞成。哦，啊，特权分子就甲你反对，啊，甲你反对就来变抗变棒。哦，啊，这伊就拄到即个吼，即款情形。过来历来的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哦，来担任清副的工作。刘铭传上位了，啊，叫一挂国民党诶，迄对拢国民党嘛，吼、哦，好、啊、做一挂要别啊，你来甲我替我推动新政，叫一挂袂通开。所以咱即开建国华理学院吼、哦，就是意思就是讲吼。即寡代志哦，无要给因做，咱家己要做。好、哦，啊，要做的时候，咱家己有一个思想，正确的思想。好、哦，所以伊迄就叫贪官污吏吼、哦、来担任这个工作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工作吼、哦、发现到什么困难呢？吼、哦，认定土地所有者的时吼，即块土地属啥人的时吼。不切实际，就是讲黑白定讲，这块有土地啥人的，黑白定啦，吼、哦。因为过去都是黑白定吼、
发 土地权利书无公正，吼、哦，啊，引起一挂土地去互刘铭传的这个新的政府官员吼，给骗走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到尾就产生十九段的起义。是恶劣程度了哈，我都大概外地性命都在跟你拼拼生死，所以咱台湾哦，过去有一个三年一小患，五年一大乱。好啊，为什么？就是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到个迄款的程度。好啊，但是1890年七月，好，这六个队，这个刘铭传哦。被迫逼迫辞掉、哦、台湾巡抚的职务、哦啊、接任了邵友濂、哦、接任的人、哦、都把刘铭传所有的改革的事情统统取消后面来嘛、哦啊、所以头前做得很艰苦，虽然做得没说很好，但是做得很艰苦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，但是因为用人唔对，所以咱为虾米来即来做即法理自治学院，吼、哦，就是要训练即款人才，哦，以后会使咱家己打起来，免得叫迄、那、落、個、了别啊，吼，啊叫即个国民党诶，吼、哦，安尼贪污诚信诶人，吼、哦，来做即官员，吼、哦。但是这刘铭传的新政吼、哦，虽然是好，但是200年间吼、哦，伊创一挂歹代志滴吼，都困难该修正了吼、哦。所以台湾的土地仍然掌握在大租户、小租户的手里，占绝对大多数的台湾本地农民生活一贫如洗。这个大租户吼、哦，最大的一个租户就是啥人呢？就是这个西隆，西隆当年吼、哦，1683年来台湾的时阵，伊占着台湾，甲狄成功一族灭掉了，占台湾，占台湾了后哦，迄阵台湾已经开发的土地，吼、哦、是18000家，啊西隆7000家，第一个给落地啊。啊，7000家是真大堆土堆，啊，7000家这是田呢，田跟园的区别就是田是用个水在种的，水田，啊，园哦是无水利设备的迄所在叫做园啦吼，哦，啊，来对7000家一个去地落地下落去，哦，啊，要收田租吼，70个分。十个店面啊，店面专门在收产租啦。10个店面，台湾头到台湾尾安尼，七十个啦吼。啊，一个，完全政府对西隆嘛无满意，无放心咧，佮调来北京，住北京，你袂使去住台湾，吼、哦。啊，台湾吼、哦，咱。上次说台湾有三宝，都三宝，啊，上路对，一宝，第一啊，也是，啊，回头啊，哈，啊，我问另外一句话哦，东北有三宝，哪三宝？就对，咱哦，头壳歹去啊，拢受着那个。落花教育，人生貂皮乌拉草，我嘛细汉都会晓念啊咧。啊，台湾三宝都拢无爱念咧。台湾咱的上路的生产，上路是全世界70%为台湾出产的。上路有啥物好处呢？吼、哦，是做油啊，吼、哦，卤油，咱定来讲的卤油咯，上卤油吼，啊的。你若无放定着啦吼，啊抹这卤油吼，啊嘛会使甲你治病哦。啊，樟树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煞了后吼，
化学品来取代樟脑啊。无迄阵樟脑是不得了有好处吼，樟脑哦，樟脑哦，茶甲糖啦，好，这是台湾的三宝。哦，因为大家可以依然吼，大概拢种甘蔗，大家可以依白种稻啊。但是1890年哦，伊个靠山吼，醇亲王吼化病，所以吼、哦、李鸿章来陷刘氏于不顾。李鸿章是吼、哦，李鸿章大概是湘军的款啦吼，所以个李鸿章，对对对，好、哦、啊。用一个细项的名决定，用台湾煤矿招商章程吼的措施无对当吼，做出革职，把这个刘铭传革掉，这是一个好官，就是但是都做未久啊。所以1891年5月31日啊，六月初四伊就过去结束六年伫台湾的时间啦吼。隐退山林了哈，这当然哈、哦，军机大臣翁同龢速记淮军了哈，刻意打压刘铭传啊，这来对中国的中国来对内容啊内斗哈，那种没必要先讲真多。但是刘铭传到底做什么代志，大家爱了解。一哈、哦，做防备练兵，亲赴李凡。这做个有，即摆一个咱连看到迄、那个伊当年做的一挂代志吼，吼、哦、啊成立火药局总局金械所啊，叫阿多个来，叫德国人，吼、哦、啊水雷营吼、哦，这就是讲刘铭传他们台湾，哦这鬼龙。鬼狼哦，22湾炮台，这个炮台今嘛咪一个跌，好、哦，所以这是最近翕的相片，所以是彩色的相片。你啊较早都黑白，搁较早都无相片，好、哦。阿定爱永志，好、哦，创立番薯藤，加。咱的高沙族哈、哦、视为国民，伊讲哦，我把你当人看了，过去都不得把他当人看了，好、哦、当番看了，好、哦、好、哦、啊，就是刘铭传有这个视为国民，将番视为国民，好、哦、积极做法，好、哦、啊，成立番薯藤，番薯藤就是讲，给你教字，给你笔字。啊，面积，哦，但是真可惜，刘铭传一直无做的时阵，即块制度拢该等起上，哦。啊，一个有刘铭传的时阵，有一个铁路建设，哦，铁路建设就是为，是为这个大稻埕啦，吼、哦。台北的大稻埕就是现在台北车头附近哈，叫做大稻埕的所在，现在延平北路啊，大稻埕去铁路去鬼人，这是全清国哈头一条铁路，还是完全万年是头个派去做，那头一座铁路在那个殖民地的所在家里去，好、啊、像有道理的，哦，因为哦头一座铁路。开真多钱，为英国运铁机，吼、哦，运这个火车头，运车厢，大行路外外运来，啊，做一条铁路伫淞沪铁道，伫上海到南京，这上重要的一条铁路嘛，先做个运量嘛，啊，做好了后，哇，火车在行哦，轻松，吼，甲地下的迄、那个。
因为迄落祖先的迄落墓都困得袂好势吼，所以大家反对，袂使铁路袂使在他们这个中国行，啊，阵哦，拆拆拆拆来台湾，台湾这边无话通讲，所以头一抓铁路，全国的全国的头一抓铁路在台湾建设，就是为贵人哈，诶，迄落为大稻埕、大稻埕啊，即摆延平北路吼。起个这个，起个这个，贵人，啊，经过贵人的时阵吼，第七道吼，的桥卡吼，吼，发现着金矿，台湾出产金嘛，对不？即卖还佫有这个金龟礁，吼，但是金卖已经拢互拆完了啦。不过拆完哦，虽然讲拆完，但是。哦，我人造卫星给你救来，一个有啊，还值得开采。头所在咧，金龟礁下较深的所在来咧。啊，但是哦，我即卖科学，即卖人力吼，过去挖一挂深海中间的迄条金矿哦，离不及配啦，吼、哦，所以都无开采啊，吼、哦，这是台湾的金矿。爱永县哈，就是隔绝来对是来对是是山包啊，外靠是外靠就是汉林的迄个世界啊，这里有一条平这一条线哈，迄落唔爱互你过啦哈啊啊，这是1791年哈，八里分开港，八里分在做八里分的淡水哈，你。淡水去淡水的对面边，迄叫叫做八里分。哦，即八里啦，吼、哦，咱即摆叫做八里啦，啊，以前叫做八里分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即摆啦，你若开车哦，经过关渡大桥，为淡水这边经过关渡大桥，都会往北走，都到八里分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摆八里分嘛，要阁开一个港口，叫做台北港。1887年起铁路，吼、哦，这火车头吼、哦、叫做腾云一号，吼、哦，我即马有腾云一号相片，你看，恁有记这台火车头无？第二里八公，啊，博物馆头前着，啊，嘛是叫做228公园啦，吼、哦，以前叫做新公园啦，吼、哦。啊嘛做炮台吼、哦，这西球岭当炮台吼，伊、哦、嘛做防守的代志吼，哦，他本来吼、哦、腾云一号是行驶上海无双之舰，哦，啊因为人反对，所以拆来台湾，哦，啊1893年伸延到新竹，所以个他都在讲新竹嘛是有道理。延伸到新竹了，吼、哦，1893要过日本人要不来，吼、哦，但是换了一个巡抚哦，啊，拢停啊，拢该停起来，吼、哦，连西学堂、番学堂也这个被这个哦笨蛋巡抚大人所废掉了，嗯，啊，要过成立哦商务局，哦。啊，买新式的轮船，行伫台湾、澎湖、上海、香港、新加坡、西国、吕宋等土地啦吼。啊嘛，成立电报总局。以前吼，1886年吼，日本明治维新哦，是偏较早无几无十多年啦，二十年左右啦吼，明治维新啦吼。所以明治维新和这个日本国全强起来，啊，这个刘铭传想要他们台湾啊，赶快要做哦，但是更可惜，满清政府哦，腐烂不堪，哦，啊，设立官医局，就是哦，用个西洋的医术，吼、
所以意思是怎样？咱过去台湾人的医术吼，是用过这个汉医，哦，即马叫做中医啦吼，其实用过汉医。啊，但是西洋人来了后吼，人用过这个西医哦，会使给你开刀，吼，啊，剖腹生产，吼，以前哦，拢可能拢要生囡仔哦，也真危险的代志，哦，啊，即马就是讲应有这个用药刀啊去挂吼，啊，所以真简单就解决一挂问题。啊，日本明治维新的时阵哦，以前明治维新吼，以前嘛是用个汉医，但是西医一看到西医，西医哦，较现代化。较有科学根据，还一个有在教吼，教新的迄个医生的时阵哦，无砍一步，砍两步，吼，逐步拢爱教，吼，啊，所以日本来占台湾，1895年占台湾，就把这日本的医疗制度炸来台湾，吼，啊，炸来台湾，台湾专用个西医，不过。本来的汉医吼，也无甲你换掉，你嘛有真大的功劳伫个咧吼。啊，到个1945年的时候，日本人离开台湾，剩两名汉医师那样，哦，因为无个新法执照了吼，这是这个讲医疗吼，所以咱台湾吼凭中国本土。国家早实行近代的改革，哦，还有个邮票嘛是一种改革，哦，啊，教育新人才，吼，哦，在六关街就是今仔日的永昌街啦，吼，哦，永昌街在南京西路一带啦，吼，哦，毛成立西学堂、电报学堂，吼，哦。1887年，台北府吼电灯出现，这是哦全中国头一回吼有电火的所在，在台北出现。好，这是公司22年大稻埕六管街啦吼，是今仔日南京西路啦吼。哎，在这种图片都较差啦吼。所以现在讲到这的时候，要来讲我们台湾民族到底是什么民族，先说这个扁部族，扁部族有东西有这些族群，第一凯达格兰，台北的这边就是凯达格兰族，鲁兰雷狼族，托卡斯族，帕普拉帕扎，哦，这扁部族嘛是真侪迄落个啊，猫雾树族，巴普扎，哦，荷安雅，这里哦，这都较有出名，西拉雅就是上出名，伫台南都是即马荷兰人哦来到台湾哦。无甲你的文化，甲你摧毁，伊阁甲你退你希腊雅人哦，甲你圣经用个希腊雅文写，甲你创造一个希腊雅文的迄个文字，伊唔是甲你摧毁哦，啊，咱这无共款嘞，咱这国民党的教育下哦，就甲你摧毁你的母语，互你唔捌字上好。希腊雅族哦，在台南哦，麻豆以南、甲屏东那边吼，啊，伊分做三支啦吼，我话去，还有卡瓦兰、格马兰，这都几族，这都是在宜兰呐，啊，卡瓦兰吼，宜兰平原呐吼，啊，这个因为这个汉民族移民过来。所以大家台湾的时候，都跟扁部族人通婚。
啊，平埔族有一个特色，平埔族是母系社会，哦，查某这边是家长，厝的财产哦，是乎查某这边，所以查某囝，啊，大伯拢这里出去外口去用招多啊嘛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单位有一句吼、哦，天顶有天公哦，地下什么公？就地下五谷公啊，毫无疑问哦，咱就是平埔族，就是这个教育啊，家厝内底若有喜庆婚宴哦，下人坐大位，对，五谷坐大位。我、啊、看你是不是安尼？啊，那是安尼，伊就是继承了平埔族的迄个母系社会的迄个社会的迄个遗产吼、哦。所以啊，一个有一个证据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假咱手的假有一寸吼、哦，肉边咯吼，而且一寸吼、哦，爱安怎边呢吼？啊，一个一项哦，就是，这不一定拢给拢安尼啦吼。一个一项就是哦，这个脚的马针头啊吼，给安尼无平啦，就闭起啊，闭起一寸啦吼。啊，那是安尼哦，大概是皮薄足无定大啦。吼，啊，咱是台湾人，吼，由此证明咱是台湾人，唔是中国人。吼，啊，但伊的1946年，一月十四，蒋介石就甲你所有的台湾人变做中国人，甲你国籍改做中国。哦，这是唔对，啊唔对的代志做50年、60年吼，啊就想讲这是正常的啦吼、哦。但唔知讲咱唔是中国人。哦，母系社会，女主继承家庭。加善，啊！啊，打波的重要，怕啦，防御，好、哦。啊，这是母系社会啦，好、哦。啊，所以台湾有一句俗语讲：“有长沙公，无长沙嘛。”哦，啊，一个讲到这嘛吼、哦，咱叫老母叫啥？叫阿母对，好、哦，阿、啊、妈是啥意思呢？妈祖公、妈祖经哈、哦，阿妈，啊，去到这个北京话的时候，伊在跟你降一级啦，阿妈级的哦，在写作妈妈啦，好、哦，这是写唔对啦，咱是妈字，这些对，好、哦。祖妈吼，就是你的老母的老母妈，好、哦，所以长沙公、长沙妈，哈、哦。啊，一个姓氏的代志，姓氏的代志吼，咱有一句话讲哦，六杠四一半，舌头小鬼争。对啊，对啊，六杠吼姓四的吼、哦，四一半了吼、哦，啊，舌头小鬼争啦吼，哎，舌头我有去过，哎，我讲这句话对无？伊讲对啊，哎，旧的阮这食舌头旧的所在吼，拢是姓肖的啦，啊，咪是气笑了吼，小鬼争啦吼，而且那也安在那也安尼，因为早期。平埔族无文字，啊，无文字嘛无姓，啊，无姓的是满清公，满清公讲你爱有一个姓，好、哦，啊，就于是就讲啊，你要姓啥？啊，我要姓陈呢，我嘛要姓陈，啊，所以规整头大家拢姓陈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，这个现象哦，你过去仔细看，
也个某一个所在吼，也个即款的成分伫个啦。无吼，人哪有可能吼，规砖头拢去讲即个事？吼、哦。目前吼、哦，占多数的都是台湾人，其实并不足，也未消失。在台湾的舞台顶头转换角色，吼、哦，伊后代拢以汉人的方式在生活、在思考，但是血内底流的吼，拢是台湾绝大部分的人拢有这拼搏作的活动。吼、哦。晚清的时阵，捌肃清和关注民，吼、哦，真侪拼搏作无经过通婚。但是啊，汉化讲河洛话、客家话啊，伊个血统并非汉人，但是因是台湾人。这个我去读新南医院的时阵吼，有甲这个原住民吼，高山族的人斗阵上课啊，其中一个同学吼姓转呐。全部的全啦吼，而且我讲诶，这真奇怪哦。你那姓全，我讲恁老爸姓啥？这真奇怪的问题哦。老爸唔来一定爱姓全的，伊讲无，老爸唔来姓啥啦？伊讲阮也姓金啦，金门的金啦。啊好啊，恁那阿叔姓金，啊恁那姓全，伊讲都，伊讲都迄落。国民党的迄个副主管来吼，啊，唔捌字吼，伊讲加两点减两点加款，啊，迄阵哦，咱台湾人哦，在日本时代哦，百分之的教育下吼，咱有75%的人吼，捌字，中国人3%，啊，为什么来差这多？咱是一流的国民，吼、哦，去予三流的国民来管，吼、哦，一流的国民就是讲，咱吼、哦、这个日本人吼、哦、规定吼、哦，你若无去读书吼、哦，无去上国校吼、哦，小学吼、哦，你是犯罪行为，你强迫你去读书，啊，中国人要读书会使，是这你爱去做这个。你爱交学费啊，去私塾读啊，吼、哦，所以顶多嘛是参差不齐的吼、哦，所以台湾人吼、哦、是靠文化的、靠水准的民族，所以得讲吼，为什么二二八发生的时阵哦，咱真侪台湾的精英吼、哦、去杀死，伊要杀你哦，拢是你高级知识分子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杀你这挂人。和你的文化降低，吼、哦！你还知影讲，这是对方的迄个恶意啊，吼、哦！吼、哦！和你无一个领导者吼，啊，安尼60年你不都无法度当成功？啊，咱今仔日出现这个，咱的林博士林志升吼，哦，会向去查这挂旧的文件，吼、哦，来讲台湾不是中国的，吼、哦，台湾是日苏美战。啊，咱都该拖拖起来，甲日本也拖起来，甲美国也拖拖起来吼、哦，所以咱诶安全都受到保护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态度去办代志吼，凭其他的政党吼、哦，好要创造独立的台湾，你都，这要安怎独立？因为这个土地本来都无属你的嘛，吼、哦，国民本来是属住喺国民本地的人诶，而且是咱秘书长的迄个口头禅。啊，就知影讲啊，这个唔对，吼、哦，咱爱自治，争取自治，吼、哦，啊，自治以后，到有机会，和你讲要建国，再过来讲，吼、哦，咱分做较侪破断了，吼、哦。所以，汉人系台湾人，甲原住民系台湾人融合之后，有个人叫新台湾人，但是正确个名。是台湾人，还是本土台湾人？
就是你即摆申请身份证，身份证注意哦，新的身份证有 T W， 这是本土台湾人的标志。好，啊，那住在台湾的外省人嘛会使申请。好，啊，咱可能有个 C 开头，毋知 C H 还是什么物件哦，做标题啊，所以一看这个身份证的字号的时候，就是知影讲你这个是毋是纯正的台湾人。你爱国经过一个法式的手段，就像讲你去美国要做美国人，你住在美国几啊年了后，你会使让你去申请变做美国人，但是爱经过一个宣誓，我就抓我对这个美国政府要安怎效忠，吼、哦，啊，这赶快，这以后他们台湾民政府会实施了哈。哦啊，讲啊，假即马刷落就讲哦，咱台湾哦，伫晚清占台湾的时阵，有发生过一寡吼，甲外国有纠纷的代志，吼，像讲这淡水鸡人吼，就是基隆哦，这一甲十，这第一件甲第十件啦吼，大南澳，这伫苏澳迄边吼，啊。第七，这牡丹虾事件，牡丹虾事件可能知影人较侪啦吼。牡丹虾事件就是日本兵吼派3600名入来吼来占牡丹虾吼，打到安平吼，啊个平湖吼，这拢有发生哦。咱一件一件来讲吼，吼1841到1842鸦片战争中间吼，英军来打台湾。但是伊即个拍无赢啦吼！1854年，美国要买台湾，这是一件趣味的代志。美国吼，的人吼发现着台湾吼，毋是完全所有的土地拢属完整的，所以讲安尼好，台湾做个出山煤矿吼，咱来个买，甲台湾贵的倒落来买起来，吼，啊，互完全政府有一点仔钱通赚，吼。啊，都个都对，要该买个吼、哦。啊，这个，得讲啊，天津条约，台湾开港，好、哦、开港。啊，内底有一个正港，啊，一个副港。好、哦，什么叫正港？港口开哦，譬如讲开这个鸡人，但是上重要是淡水港。开淡水港，啊，这是正港的，啊，副港就是鸡人，啊，南部开一个港就是台南，吼、哦，安平，吼、哦，安平啊，啊，副港就是高雄、基丁、基澳，吼、哦，这就一挂吼，哎、哦，一、啊、个美国船罗美号事件，大南澳英德强垦事件，吼、哦。哎，一个1868年，咱发生一场战争，叫做中路战争。为了中路，英国派兵来，好、哦。啊，1874年牡丹虾事件，1876年西班牙的恫赫事件，哈、哦，还有个苏联、法国攻台，哈、哦，1884到1885法国攻台湾。啊！这攻台湾吼、哦，攻了无好，这个法国兵无占到便宜啦吼、哦。啊，古巴将军转西耶吼，西耶这个这个平哦吼。1895年日军侵台了哈、哦。清国的国力吼、哦、日渐消瘦。但是清国人哦，嘛是老大，伊想讲伊个是老大哦，啊，采取哦不理不睬的三不政策。下面一个不理不睬三不政策，就是不开放、不沟通、不长进，叫进步伊嘛不爱，所以不长进的三不政策，好、哦，啊，日本嘛东西哦。他是接纳新的东西，哦，啊，买新的武器，哦，等等。
啊，即马讲头一件，吼、哦，鸦片战争中，英国军舰进来台湾，吼、哦，1841年，吼、哦，鸦片哦，为爪哇吼，加留巴，加留巴，唔知啥意思，就是讲爪哇啦，吼、哦，好、哦，啊，鸦片出山队有 Turkey 就是印度啦，吼、哦，邦贝、孟买啦，吼、哦。印度啦吼，啊，边加、孟加拉，哦，出山这个鸦片啦吼，啊，满清政府哦，伊个解决方法就是禁止中国人甲西洋人来往，禁止教西洋人学习中国话，禁止，这实在是根本不真无道理吼。那禁止人来学你的话吼，就是西洋人吼，伊有学习的精神啊哈！这中国人吼，无这学习的精神，就禁止就好啊！你都莫去学这阿多个话，吼吼。其实你莫学人的话，你的人的文化、人的优点，你家己无吸收起来，吼。这个1839年吼。伊严禁鸦片，但是英国商人无遵守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吼、哦、林则徐吼专机甲20,000箱的鸦片哦，放迄个小先生，吼、哦、啊，禁止炸这个鸦片的西洋船哦，入来广东的港口，所以这就开始这个一场的战争，吼、哦、鸦片战争。啊，这张图片哦，就是中国人吃鸦片的图啦。这中国人这就头上白一个白溜滴的吼，啊，这就是鸦片，这是实在是真水的一种植物了吼，啊，这鸦片果，哦，我大家看卖，安尼知讲这是鸦片果，啊，这个吼鸦片连冠，安尼不多几排。对啊，都倒落去，安尼几摆安尼在咧食鸦片，哎，即摆食薰嘛无食啊，即款型的，啊，1824年到33年之间吼，英国人吼，甲即个鸦片吼来卖来台湾，甲。啊！台湾用个什么来买呢？用个樟脑，你世界拢无嘛？刚才我台湾有啦，70%在台湾出产的哦，在家里交换哦。这个、当时哦，咱一个台湾人叫王德禄，有退这个满清政府有建功了、所以勇比兵猛。什么叫用品兵较猛？就是咱台湾人袂使做兵，干来使做用，就身躯顶头写一个用哦。你即摆来看电视的时候，看清朝的电视哦，那写用啊，哎、啊，台湾兵啦，哦，台湾人袂使做兵啦，干来会使做用啦。大家咧看个真给咯啊，但是用品兵较猛哈、哦，这是王德禄。啊！伊这个嘛，防卫部分哦，刘铭传嘛真努力了哈、哦。海门天险，哈、哦，海门天险，这李沙湾炮台，这李沙湾的这个北部，桂林一带，哦，所以。英国加全国发生鸦片战争，鸦片战争发生的时候哦，一生有来拍打台湾，但是来拍台湾哦，拢无赢着啦，吼，拢无赢着，哦，啊，慈善转去英国军舰顶头哦，
甲即、這个啊，甲即英国人来谈判，哦，是错得到得台南钓，台南吼、哦，迄落炮台遗迹哈，即款炮无去啊啦，啊遗迹也阁有啦，哈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在即个英国人发生鸦片战争以前，先踮咧台湾，甲台湾人建一场啦，啊建一场的时阵哦，并无得到胜利啦。定个目标，得有胜利啊！安尼吼，咱即摆时间已经差不多吼，啊，讲个假话一个段落，安尼休困一下，吼、哦，感谢大家。请起立，起立，休困十分钟。各位同心。有上过高级班的请举个手一下，到后面一下，有上过高级班的，江秋田宋金。